被人家看光了。嗯，没关系，大家欣赏我的八点。他没有这样子哦，这么舒服哦。他是被点穴的是啊。他能够怎么能够撑那么久？好乖，好乖，好乖。这样，所以我拍到后面，人家还以为是我们家斑比耶。是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啦。啊，斑比，下次请长。斑比啊，斑比，斑比。几颗奶？我们现在漏八点。你们家只有四颗奶哦、喔，四颗奶啊。有两点被那个胸杯遮住。好，我想啊，它怎么分那么开？这里两个四颗，然后弟弟应该在这里没有啊，在这里。你要问他，我怎么知道他？欸、你的奶怎么那么高？你有去拉过皮？他保护的还蛮好。我现在在看他的糖藕哎。这个糖藕插不下去了，平放的，只能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他这家还特别的是，你要寄照片给他，他就会做出。人生无趣一点，他的戏都没有要理他，要理他要怎么理他？他会去理。喂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街啊，你真的好像红宝哦。还好吧，是这里以上很像红宝，每天都要去那边玩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有了，他现在认出来了，他超高兴的。可是很久啊，现在才认出来，超久的。他吃不下去了。大熊你，他那个上面的花都吃光了。哇，那个名字都吃了。大熊你这寿星哦。没关系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好大方哦，大熊，大熊生气了，大熊生气了。哎，为什么？哇，哎、欸，他在呼那个蛋。你要独占那一块。他在呼蛋糕，他在呼蛋糕。你把他叫走、哦。大熊来。叫不走啊！这怎么可能叫得走？这要牵走。而且他这样一叫，然后牵走，你牵走，那个太好吃了啦！你兔子的脸都没了，连鼻子都没了。马吉啊，哎、欸，你马吉要拍张照啊？来不及了啦！有来不及了啦！哎、欸，你吃过了，吃过了。板鼻很想吃，你看。对，他怎么不是开心、欸？哎呦，他偷舔了。哎、欸，他比较小心。哇塞，他闻很斯文哦。他很怕死，那种型的。我不要死。不要，好吃吗？好吃哦，好好吃、哦。你都不要喊他，他会吃多久？他要吃马吉。我好小心哦。啊、哦，好可爱哦！怎么会吃得那么斯文呢？阿豹，你吃吗？阿豹订的糖花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我咪咪竟然肉没过去。对啊，他吃饱了啦。他应该是包子吃饱糖花吗？糖花。啊我知道，我知道板面口水。会，刚刚吃很多包子皮。啊，是哦。对啊。天啊，很甜呢、欸。很甜哦。很甜呢、欸。吃的，你看大家吃就好了哈，乖乖。包括什么隔空舔。他太大份的东西，他不敢吃哎、欸。咪咪可能也是吓到了。自己吃吧，我把它拆开而已。没关系啊。包括好了。啊，那奶油还好。包括好了，他说我今天生日哎、欸。好了好了，你看爸咪，他偷偷摸摸一直在前进，好可怜。你看他偷偷摸摸在前进，好不容易他爱吃的，他可以吃，一点不爽。八字腿啊，他在保护他的地方，一点不爽。咪咪，他保护他，干嘛坐在那里？咪来补偿一下，屁股有问题，赶快来补偿一下。我家马吉、欸，他真的回家了，骗不走。